来，买定离手，开了啊！这把有没有挂？有，已经有1000了，一半了啊！有，没有0.3？再来，有几个？那不行，那我不知道有几个。这游戏今天最后玩一天吧，这不行了，有点玩不动了。那没有一把没有的情况下，那就有点玩不动了。其实，看看这把吧。那为啥一把有一个呢？就这怎么就这么多呢？你们到底要干啥呀？你们是皮肤不够买呀？皇冠太少了，还是怎么回事呢？那皇冠一套不就要10个吗？好，这把又他妈有个飞的，有个超人，看着没？有个薯条搁那飞呢，有个薯条。没事，他这挂挺垃圾的。这把俺们诛仙，他这挂不太行。俺们这把的诛仙。接着，马赛克糊了很正常。我们这电脑不是电脑啊，我们这上传率不太够高，就这样的，尽力了，兄弟。能不能再来个诛仙？可以，这把诛仙，我给你们诛个仙啊！水涨爬高。这小薯条就搁我屁股后头起飞了，看着没？别拽我了，那就挂，还拽？你拽个鸡巴毛！一点都不团结。咱们就一起把这罐给他干掉，知道吧？怎么上不去呢？什么东西把我卡住了？好几天没玩过水涨爬高了，但我的技术依然健在，兄弟们。哎呦哇，这小绿人行啊！这小绿人一看就有技术的啊！好，兄弟们，你俩先去。哎，那薯条被淘汰了，兄弟们，诛仙了，兄弟们，笨逼还开挂呢，有手吗你？啊？呀？啊？诛仙了，兄弟们，那薯条啊没上来。哎，上来了呀！我操！这么坏啊！哇，你还是个人吗你啊？你还是个人吗？你跟我说一说啊！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像不像个人？你看看，这他妈给人拽下去了，这兄弟快跑！兄弟！
狗贼，这个狗贼，哎呀我操了，这个小王八犊子。他不仅开挂，他还拽别人，举报他，举报不了。踢球，踢球，快点踢球！糖豆人还能不能行了？几把了？一把团队赛没有，给我踢球！操！这赢个屁呀！这咋赢啊？还是一关永远赢不了的一关，你管着你是个别的咱也就算了，是不是？真难呐。我今天就要用我的技术来战胜这个薯条，兄弟们，我蓝莲汉今天就要诛仙，让你们看看我的技术。掉下来个人，我们跳半天一下给我掉到最底下了，团结一点好吧，我在这儿跳，你别冲我呀，你瞧这个小王八犊子，看着没，他再把这底下所有的全部都踩了，这样他就可以吃鸡了。我的技术怎么样？嗯，你们觉得我的技术是不是行？没毛病吧？这技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技术，苦了我了，真的，真是苦了我了，苦了我这么一个技术型的一个选手啊，碰上了外挂，真是苦了我了，给我苦坏了。但是不要放弃，兄弟们，一切皆有可能，有可能他被检测了，我们呢就可以赢得比赛了，或者他良心发现跳河了，这都有可能。完了，没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，一切的一切啊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啊啊啊！你咋的呀？我今天就要耗死你！我蓝莲汉今天就在这耗你，把你耗死在这里，小王八犊子！我能让你好了的，不用你开挂，你他妈给我下来，操了，本来我就吃鸡了这把，你知道吧，本来我吃鸡了。